乱葬岗上，忘机独排众议，惹出了不少乱子。叔父大怒，将他带回云深不知处，罚街鞭300，含檀豆面壁思过，3年不得出后山一步。 给我打！南氏家规第52条是什么？不得结交奸细，乃是立身之本。 竟被你抛诸脑后，你还有何面目面对蓝氏列祖列宗？感恩叔父，孰正孰邪，孰黑孰白？好啊，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。如今你太令我失望。 忘机禁闭时，我曾去找他，也曾劝他，但他却跟我说，他既以你为知己，就应该相信你的为人，他又何必？